哎呀，哎嘞，走了。没事，我们拿德莱文钓鱼可以。哎呦，本来我寻思拿个一血的，双招50块，亏麻了。哦，该买个药，80块。80块的话，感觉就没那么亏了啊，还行吧。当我们在临界碰面时，我脸上的这个压榨感，那是真是轰炸性。很鸡贼呀，你小子！谢谢 T H E B A I 的一个超大守护啊，谢谢老板的超级大守护，谢谢老板大气了，感谢老板开通的超级大守护一枚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剑刃狂澜，打不动他。面具在动，又有何用？打个刮一下破他的仙宫吧，52滴血，还行啊。你小子有点偷懒，有吗？哒哒哒，没有啊。巨蛇之牙为什么要出巨蛇之牙？他好像挺会走位的呀，刷盾啊，没破到他的盾。 Q 过去要吃 Q 了，我等个 W。啊，没办法。焦灼触发仙宫，那还有药呢？你吃的都是饼干。没事，我肯定是先能抢6级的，我看能不能卡个6级，想想办法。给一下，药不能吃，吃药他就要察觉了。他有没有吃到石头人的经验？吃到了，那我再推一波再回。
十多人不回直播我也要回，看他回不回的。哎呀 QY 了，不好意思，本来很完美的一波。AP 石头人呢？那我要直接打他了，不要跟他一直耗，先把他大招换出来。要剪同款发型吗？头发吗？你就跟他说剪短一点就完事了，那就变成我这样了。忘记打信号了，我并非来自拯救他们灵魂的。正常多了，本来也没有，本来有点长了，确实。这多人怎么又不见了？是我的去了吗？先攒个风我再打吧。没问题的。就他大招是不是有点短呢？我感觉好像很短呢，大伙有没有感觉？他好像就一厘米大，正常来说我应该追不上他呀。感觉我不用跑，我跑什么？啊？怎么扛塔了？我不该拉扯，直接打就好了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，不扛塔，这我能操作的。在玩那个了，我的，这又白忙活了。我感觉他这个给他送一个人头要大剑了呀，700块，不会吧？毒球他没反应过来吧？好险！
这不多扛一下塔。感谢贺南的一个超级大守护，谢，感谢贺南的超大守护，谢。好久不见，感谢贺南的24个月超大守护，谢，感谢贺南的守护升级，谢。大气了，大气了，谢老板的超级大守护，谢老板，老板大。刚好跟我的 W 抵消，那我如果出 W 可以扛一下塔喽，可以的。加油，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哎，不行，扛塔还是有点痛了，我感觉他要秒我了呀。先出肉吗？心灰意冷，心烦意乱，都会让你杀他呀！哎，着急了，这是。他没放大石头人，他哪放大了？没放大。没有吧？显示了不可阻挡吗？我没看见，可能我观察能力不是很强啊，我是没看到。等我把数据打出来吧。那如果石头人去下路撞德莱文了怎么办？我给你。给你点个小心形式吧。我不交大他会死吗？我怎么感觉我不交这个大刀他可能死不了。
啊！穿过面纱。是一面镜子。我不大乌鸦他会死吗？感觉伤害不够啊，不大乌鸦。你能把他带回来，就他 W 我的一瞬间，我开 E 技能是吧？等我有机会我试试。怎么不 Q 三级啊？那不是寻思可以不交大妖就把他杀了？拉下他的大吧，潘森，你有福了呀，全是残血，这不给你爽到了。哎，给你爽到了呀，我走了。大招抵消控制啊，直接阿卡牌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没想直接阿卡牌。太菜了。哎，我这一个打四个没死可以了。没找到好机会呀，你不是。先蒙吧，你的意思是？可是你在我不好放啊！啊，你没一出来，坏了，把队友害死了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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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应该是活不了，快跑！我不是有意的啊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想一抵消控制的，没认出来。你应该不会怀疑我害你们两个吧？啊？不是我一走队友直接上去了，他俩伤害肯定不够啊，这乌鸦很肉的。这波是真丑陋了，上波其实还好。放放放放。
这没带回来啊。玩毛呀，扣麻。哦，烫死了。有梦想的德莱文，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五刀，六刀，七刀，八刀，九刀，十刀，十一刀，十二刀，十三刀，伤害不够呀，怎么伤害这么低呀？这龙我很需要，能加我的韧性。坏了，感觉要被他俩玩死了。果然是这样，这俩人挺难搞的。我感觉他要被他俩玩死了。不出所料，得买大穿甲。他肯定不给我，走吧。他肯定不给我的，不想了，不想了。要素魔抗吗？我这不是魔抗吗？破镜者这是魔抗啊，这不是魔抗吗？给大了。这塔牌要大我了。跑哪去了？找到他位置。
谢谢你，机器人。他们大楼还没拿下来吗？这干嘛？再来一点魔抗。智慧默认喽，那就是。啊！这勾空了也可以理解啊，其实也没那么离谱。坏了，被撞麻了。说实话，如果潘森不在的话，我真杀完了。这样潘森杀完了呀，可以，潘森杀完也不错。可惜我又没超神呢，接近神然后死了，可惜。我还是比较适合单兵作战，如果说出了破茧者的话，60护甲魔抗很需要，这60护甲魔抗拿下2000把我崩了，可惜伤害现在很高，大穿甲了。这不知道这800块能不能锁住啊，能锁不住了。石头人，你会那样做吗？立大功了，石头人。真的别乱参团，现在我可以打十个，真的，我要打十个，现在，等我这波回家啊，再买个这个恶心的药。出山了，各位，就这么杀有功之人啊！我要屠戮工程啊！俗话说得好，鸟尽弓藏啊，他已经没有用了，把他给干掉。不用水晶鞋，买韧心药就够了。找人去，见面就大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知道我的伤害吗？我不拆他，多拆两个人吧。砍脆皮一样，好容易杀。
坏狮子潘森又来了，又捡我的护甲魔卡，能再杀两个不？潘森这波石头有大，跟着潘森在一起准没好事。哎，他又把我双抗给捡了 ，fuck！ 该小心一点，他第一时间没撞我，你知道吧？超不了神的是吧？这反应不过来，我是菜逼呀，我反应不过来呀。